空中奇缘，中天娱乐台敬请期待。你看看香港艺人刘嘉玲啊，她不但是忙着拍戏，现在根本就是商场女大亨哎。她现在最新的投资啊，除了房地产、酒吧这个等副业之外呢，现在又多了一个服装了。她的身价已经累积到高达31亿台币。最近她跟蔡依林合拍的 MV 完整版首度曝光了，在里面呢，刘嘉玲演个女强人，其实根本不用演呢、啊，现实生活里面她就是个女强人。人呐、啊，自己看自己。不容易。刘嘉玲跨刀帮天后蔡依林拍摄 MV， 白色大衣一袭贵妇装扮，气势逼人。一句话，你做得很好，更是逼哭九令，还一度不能自己。不止自己会演，身为影后的刘嘉玲成功带领九令入戏。现实生活中，刘嘉玲事业爱情两个亿。皮衣 T 恤和牛仔裤，黑帽黑靴，从头到脚一身黑色劲装，帅气登台，打扮时尚。所有的服饰配件几乎都是刘嘉玲所投资的美国潮牌。平常除了拍戏，刘嘉玲私下也没闲着，一路往商场女强人迈进。48岁的刘嘉玲除了投资服饰业，还投资房地产、酒吧、手表、家品店、餐厅、收藏等，坐拥七项副业，身价31亿台币，是名副其实的商界女强人。说起刘嘉玲，她可不是纯挂名的老板，除了会亲自参与设计讨论展店计划，只要时间允许，还会亲自出席站台。常常拍戏又要管理事业，蜡烛两头烧，但她却乐在其中。只能说刘嘉玲真的是很有生意头脑，体力又超好的超级女强人。记者林奕伟、王梦婷台北采访报道。